这应该比你久咯，你来的时候就有了。我来的时候就有了。你来就有了，你来多久了？要三年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来买两三年了、喔？你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一台车我们都把它放那么久了、喔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画意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耶、yeah, ，身后这一台啊，沙龙 LA NA， 今天派来家被他处理啊，之前有漏油，我先看外表就好了。这台车啊，我买的不是车嘞。我买的是它的颜色，它是变色龙。你怎样跟它扣这个惨？青菜嘛，爱开底下七八万几十万呢，外表不错嘞，对吧？可是那时候漏油我就知道了，停下来一走就这样一摊了。这车壳比车还贵了，整理一下，做个记录，拍个影片，哎，到时候就是比较简单，这样就可以卖了。啊，今天就是已经在拆了啦，阿明他们拆的比较快。换的东西是什么？哎，发电机坏掉，换掉。啊，既然都拆了，水泵补。漏油的部分啊，好油底壳啊，上面的摇臂盖垫片应该都换了。对啊，它是黑色的布，这些盖着，因为怕灰尘啊。你看啊，这些车几年啊，这个随便都超过二三十年，算起来算蛮干净的。垫片要换掉，装好之后啊，顺便把油啊都把它清干净。它这个坏了，直接就换了一个新的，皮带那些都换了啊，水泵布已经换上去了。这旧的了。对，为什么要换水泵布？因为它跑了十几万了，水泵布的作动就是这边有一个铺里，它就这样转，水就这样打，打的话就是水会过来啊，过来就会套到引擎里面，就一个循环嘛。发动就开始转了，久了怕之后这个里面的垫片都不见了，生锈凹起，打水的效果就不好了。其实它还算蛮漂亮的啦，可能既然就拆了，就顺便都换掉了。啊，记得抛压管嘛，老就多哎，抛压管这个动力那个高压管，动力要打它才有动力，我们转才会比较轻嘛。对，这也是漏油了，漏很大，换好垫片。哦，该歪弄来啊，吼、哦，来这一堆，修理好了几百瓦量啊，啊，到时候就 mark 了 ，mark 嘛换掉了。哎、欸，这东窗嘛就是阿伯的车嘞，我一看到都说，哦，这个漆比车贵，我记得买没有很高了，啊，处理这些还蛮多钱的。哎、欸，这台车之前有排过吗？收的时候？没有嘞，没有。对啊，很突然，他就卖给我了。我想说他可能不会，因为买这种车其实也要看运气的。我们现在公共哎，还不是钱的问题，你用上班嘛，不一定会，感觉不对，那就好回去再想，你就没了。对啊，这边就变速箱嘛，跟引擎的中间接合处的是后驱左右风可能要换掉。民雄爱拆柜啊，拆柜就是来对用用的，因为这是手排车，看其他地方爱换嘛。哦啊，这边你看换电套都破了，到时候都要换。换上去换电套也破了，哦，而且蛮爱换，差不多该老啊，人家拢老啊啦，老车就是安尼啊。修理的钱到底安尼划不划算？你觉得划算吗？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，大家看得很开心呐、啊，老板心在滴血、啊。你们开心的、啊，老板不开心。可是因为哦，你已经都修这边了，这边没修在漏，你是客人，你会觉得你没修。对，你修了八成，还有两成在漏也不行啊，全部要弄好了，超湿的、啊。超湿。对啊，纪念也好啦，记录也好了，把它拍下来啊。假设你今天有幸买到这台车，你也可以看一下，哎，维修的东西是什么？压缩器也是新的嘞。好，处理了，先装皮带。它旁边这些皮带齿轮是原本旧的。发电机，新的，现在要装第二条。接下来要装的是引擎角，
换油封。漆片也要换掉，它这个弹簧已经危机，压板要换掉，它这个有耐欧的皮，它有磨损下去，也有拆掉顺便换掉。它那一根是连接到那个排档头吗？它是离合器，你踩离合器的时候，它就会分棒挤出来嘛，挤出来的时候它会压那个压板。引擎脚也换新的大家好，我是柯B。买车漆送这一台杂弄，我忘记买多少嘞，我记得买不贵啦，就是买几万块而已吧。我们买到现在不又放了一两年哦、喔，差不多放了一两年，那漆面还是不灵不灵亮。我们引擎的部分都处理了，我看一下啊，机油芯、齿轮油、传动轴油封、传动轴环成套、方向机、气门式垫片、发电机、皮带、压缩机、动力皮带、正时皮带、水泵浦，就差不多跟我们的工艺车一样，全部都换了。啊，美瞳我们也用了。啊、我刚好看了一下哈，我刚没注意，这个要拔掉了，这个没有用了，拔下来放着，如果要再送你。这个没有做到，到时候要再补用一下。这个拔下来，我们抹一抹，再把它喷黑的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，真正差得水的呢吼，甲今嘛，放这久啊，整个都不灵不灵亮的嘞。当时真的是考这个漆，应该花了蛮多钱的，完美度都算还不错。他之前有皮椅，我们把它拆了啦。老车的喜爱卡这类原汁原味的，把它弄出来。布，你说很热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天气坐上去很热，可是如果是皮椅，是烫的。啊，这个坐上去虽然是热，可是它最少不会烫到你的屁股。这个清窗还没坏掉嘞，哦，紧用嘞，好，1.6手排的，我小时候就有了，头塔都靠这几台。
像这个沙龙啊、LA 啊、然后 A 秀，后来后来从阿迪斯一直越来越新了。这个是功不可没的一台车，其实真的开袂歹的，一台车传三代，人走的车还在。前面是电动窗，后面是手摇窗，啊，手摇窗就更不会坏了。门板还不错嘞，因为之前像那个我之前常说过呢 ，LA 嘛，这个都很会烂掉，容易都烂掉，但这个还不错。包括旁边这个上面的皮，对，皮质都还不错。它原本也是绿色的哈，它原本车台是绿色的，哎，这整个的灯都保持的完整度都很不错哈。你看那时候灯啊，要么就是红白哈，啊，要么就是红黄，啊，习惯性都会先出第一代的时候出红黄比较多。啊，再小改款就变成红白，啊，这样就是小改款了。这台我忘记了，对我记得就是改款之后就变白色了，它的大牌子在下面，哎，这白就碎了哈。哎，我看一下后车厢好了，后车厢我记得还蛮大的哦。哎呦，板子都没烂掉呢。对啊，下面是备胎啦，哎，这备胎各位，一百年前的备胎，应该是嘞，你看，哇，名厂备胎。变化骨了嘞，没有积水啊，老板那台白色就积水，哦，积水对，啊这个啊，以前这个保险杆要拉出来啊，拆的话要拆这个，这个打开啊，两颗应该有，应该是14号的螺丝吧，有没有？哦，两颗拆下来，放松之后啊，它是这样拉出来的，啊插下去锁住而已，双电动窗锁门的。以前就按键坐在这边，对，按键在这边，在那时候就没有气囊了，哎呦，哎呀，那我这。这自己年的，对，这是车主自己年的，这是1992年的，1992年，你出生了没？还没。我靠，比你老哦。比我老。哦，真的比你老哦。我们厂内的车比你老的还蛮多的哈。对。对吧？比我老的没几台，那一台。你这台也跑不多嘞，12万而已。天棚有它吗？这个天棚不会它，为什么？这个天棚跟一般的不一样，这个是布的，它是用中间这有一根像铁的一样撑住的。你给蒙你有啥呀？这就有一根一根铁，有没有？有有有，它跟一般的是平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日系车不太会塌，啊，嗯。其实我蛮注意这个门板的，都还蛮漂亮的。这台如果通勤还蛮好开的。对，这个蛮好开的啊，铝圈洗洗还蛮漂亮的啊。没有铝圈我换过了，它来应该不是这个。我印象中有一次不知道哪一台车要报废了，它蛮漂亮，把它换回来的。哦，所以这是你装的？对，我装的。假设今天撞到了。换掉了，哪来的贴纸？买不到了啊！这你要看嘛，年份要对，有些人会这样哦，把这个扣掉，为什么？把它弄个破皮，可能93年、94年的，可是故意把它弄掉了，看不到。嗯，那这引擎是拉杆是他自己装的？我怎么会看完呢？这应该是自己改的嘞，他应该去做这个盘子，对吧？去修诶，点固趴哇哇，而且它电池是比较大颗啊，这个有换过，它通常电池应该是这样而已，到这边这里。他把它敲扁，然后本来是 L 型的嘛，嗯，它应该是小颗的，然后把它加大。哦，我记得之前就是方向机有漏油嘛，那时候停下来滴，为什么要修？因为滴的一定要修啊。老车我就觉得这样，哦，渗油跟漏油不一样，渗油就是慢慢的冒出来，那我觉得 OK。可是如果停下来会滴，那就不行了。以前的这水箱啊，现在应该换不到纯手排的水箱，它换到的是自排的时候，你看那边多一根，你有看到？银色的那根哦。如果是自排的话，它那个油管会进去散热啊。对啊，因为它是手排的，所以不用。以前的大灯比较好的，你看。大灯的都有写上去，你看12V 哦，12V 60、55啊，远灯跟近灯 ，OK 耶、yeah ，大概分享一下，这个就这一台车我们有做的跟一些它维护下来的啊，轮胎我刚好稍微看一下，20年的30几周，如果真的要买的话，就是建议换轮胎比较好了。刚看一下14寸的、啊，超便宜的。啊，刚刚我还想到一件事，如果这台车。开出去最大压力是什么？万一不小心跟人家碰撞，不是车子受不了，是因为如果万一用到了，那烤漆它掉回出来吗？就可能要整台都要调了。这个我们看起来是一样的嘛，可是如果你掉回可能的，哎、欸，变比较蓝一点或绿一点，或者对，所以我们刚刚看一下，它整台车是都没有碰撞到的，所以维护也是不简单呐、啊。所以它这个漆真的是用的比较好的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哦，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影片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翼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这应该比你久了，你来的时候就有了。我来的时候就有了。你来就有了，你来多久了？要3年了。真的假的？这台买2-3年哦、喔。你、欸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一台车我们都把它放那么久了、喔，111年，2年哦、喔。对啊，好了，反正就以这个好了，我们就买2年了。老车都这样哦，你要修理厂赶快做，人家有时候就是觉得这老车，哎、欸，起码就可怜的呢，叫人走，人都围都不爱走。
因为老车真的举例好像巨哥，它两个位置，一台车上去，那有可能就一放就一个月，它只剩一个位置，它赚的钱就变少了，人家是不太想做。哎呦，现在这种车我们就是慢慢的做，就是我们也不敢去赶人家，就是慢慢放着啊，有空我们就拍，因为我们还要拍片，会影响到他们的作业，所以每台车真的是蛮辛苦做的啦。多多帮我分享哦，好，拜，耶、yeah。Hello, sunshine. I got